说。我吃不得了，大伯。稍微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拖网面。这个拖早点上抖音了呀，不知道放，随便放。我也不想管，放放哪儿去？辣椒不要吧？我要一个炒方方便面。先坐，后面先坐。既然你说出这句话了，就要等。你看这兄弟在坐着，你不能忽视他的感受了。你看又来一个，看到没？后面还坐了一个，他是你朋友，你们俩一起的了。你们俩一起的，我心就定下来了。你前面还有两份，加上这兄弟还有三份，韩国朋友。像我这个韩国朋友，他要这份炒饭，三份。后面坐一下，不着急就坐一下，兄弟。炒的怎么卖的？3块钱一个，价格不贵啊。3块一个。肉肠，这不是那种烤肠啊，肉肠，手工肉肠，吃过都知道，不吃不知道，一吃忘不了。那，快点，走。